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，位于昆仑山以西帕米尔高原东南端，与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塔吉克斯坦三国接壤。这里雪峰高耸，河谷开阔，草滩秀美，曾是古丝绸之路经新疆穿过葱岭通往中亚、西亚和南亚的必经之路。与辽宁石城、南京石城并称中国三大著名石城的石头城遗址，即屹立于县城北部的塔什库尔干河左岸。石头城是一座以石块家土垒砌的古城遗址，建在一处高于20米的石岗之上。石岗西依萨雷霍勒岭，东临塔什库尔干河，河谷至此变得十分开阔。自河滩至山前为风貌草场，时有牛马羊散处其间。古城遗址依石岗形式而建，略近方形，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。内城保存相对完整，其城东是寺院遗址，城西和城东南残存40余间居室遗址，城基用石头，城墙以泥石筑起，大部分城墙、马面、女墙、角楼及东北角大门保存完好。外城损毁严重，依稀可辨出炮台和民居残址，城外则建有多层或断或续的城垣，隔墙之间石丘错落，乱石成堆。早在汉代，塔什库尔干称蒲犁国，属西域36国之一，受西域都护府管辖。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，蒲犁国王至蒲犁谷，去长安9550里，虎650，寇5000，胜兵2000人，侯、都尉各1人。石头城即为蒲犁国的王城。自三国时期至唐开元年间，塔什库尔干被称为切盘陀。据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，切盘陀至葱岭中，都城富喜多和，胜兵1000人。公元644年，玄奘取经东归，曾路过此地，在《大唐西域记》留下切盘陀国，国大，都城基大石岭，贝喜多和的技术，正与石头城的地望特征相符。开元中期，唐朝在石头城设葱岭守拙所，受安西都护府管辖。守拙是唐朝在边地的驻军机构。据《新唐书·兵志》记载，唐初兵之戍边者，大曰军，小曰守拙，曰城，曰镇，而总之者曰道。葱岭守拙所是唐朝设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戍所之一，充分说明这里当时是唐朝的直属版图。元朝初期，石头城被扩建。光绪28年，清朝政府再次设立蒲犁厅，对石头城进行了维修和增补。后来又在石头城南面建新城，这座石头城渐渐废弃。石头城遗址曾出土过部分陶片残片、婆罗尼文书和佛寺壁画残片等文物。2016年，新疆考古工作者在石头城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，在一座公共墓地里出土了一具做工考究的四直腿厢式木棺，以棺木敛葬，让逝者入土为安，是中原地区流行的丧葬习俗。
木棺的出土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帕米尔高原地区的传播。一座石头城，铭刻千余年的岁月痕迹，也记录了历代中央政权管辖治理西域的历史。